最期待画面出现了，周慧敏、王新平、汤宝如合体，唱美少女战士，玉女掌门人周慧敏 Vivian 一连四场一万天荒爱未老。周慧敏30周年演唱会昨晚在红馆开操，年届50岁的 Vivian 以7个不同女神造型示人，仙气爆灯。观众最期待、最怀念、最勾起大家儿时回忆的画面，昨晚终于出现了。压轴 Encore 一环节 ，Vivian 换上红色战士造型登场，唱出多首快歌后，直至最后一首《美少女战士》时，王新平和汤宝如在舞台上亮相，三人合体重现《美少女战士》一幕，掀起全网高潮。三位美魔女笑称唱到60岁，你们够敢听，我们够敢唱。汤宝如自嘲造型似香蕉，又大赞新平腰细身材好，她笑称今次服装是 Vivian 安排给我们。不知为什么她对我的胸和新平的腰特别感兴趣。